呦！老板，老老，慢来，偷偷告诉我，大家好，我是上海滩永恒的经典大哥许文强。我是千金小姐，文强哥最爱的女人冯程程。恋人，你是村姑。造型师，造型师。好了，欢迎收看综艺最头条，欢迎我对面的小弟假发天团。耶、大哥。小心一点。大哥要被喷吗？小心点说话，因为强哥会开枪。还有一位非常美丽，同时除了冯程程之外，也是我强哥最喜欢的 show girl。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 show girl 宁宁。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餐厅里的霸王条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发送这些奇怪的条款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与我们一同分享。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然后下载综艺摇摇乐哦。当屏幕上方出现手机的标识的时候，跟我一样摇一摇，就可以赢取金币换取礼品哦。好，我们废话少说，来看第一条新闻。《西游记》是每个人心中的经典，可是美国的一家电视台居然要把它翻拍成一部美剧，美版的《西游记》到底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这一回翻拍可是把《西游记》改得面目全非了。首先命名为 Badlands， 意为穷山恶水，很奇怪的名字吧？故事也改成了一个武艺高强的勇士和一个小男孩组队寻找极乐世界的冒险旅程。首季总共6集，每集1小时，将于2015年年末或2016年年初开播。虽说改编后的剧本和《西游记》貌似关系不大，但是片方还特意邀请来的冯德伦和吴彦祖共同担任武术指导，同时吴彦祖还要担当制片和主演。其他确定的演员还有莎拉伯格等等，曾经指导过影片《法官老爹》的大卫道金将担任该剧的导演。《西游记》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文学，让国外的朋友来翻拍，我比较担心。别说《西游记》他们翻拍不好，就连我们上海滩经典的故事，如果要外国人来翻拍，比如说让好莱坞来翻拍啊，本来剧情是程程，别怕，我会用我手里的枪来保护你。好闷哦，对不对？那换成外国的话就变成这样，哦 ，This is 冯程程。I love you, I love you forever. 我讨厌这么直白的。Don't afraid, because I have a big gun. 他有杆大枪 ，big gun， 就很奇怪啊！你们不担心吗？外国人翻拍《西游记》？我觉得挺好的，咱们别闭塞自己的这种想法。也许人家拍出来之后就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对吧？而且美剧可能运用的这种高科技含量呀，其实我还是比较期待的。但我说实话。就是翻拍归翻拍，还是有个度的。比如说，各位下面可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越南人翻拍我们这个《西游记》是什么样的。来，各位看一下。越南版这个太扯了吧，感觉像红孩儿演了。对呀，那个西游记这小孩模仿小版的，这个没长开呀、这是。对呀、还有更好玩的，比如下面这个日本版的西游记。これより先には入れん。この国は金閣様銀閣様の支配下となったのだ。金閣大王、銀閣大王。取らなきゃいけねえ。一遍決めたら最後まで守るのが約束だ。啊，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啊！唐僧细皮嫩肉，他是个男的，对呀、人呢，一下变成女的，你看，我就有点奇怪了。他把唐僧搞成女的，那唐僧在女儿国那段应该怎么拍呢？那个叫男儿国了。这个妖精怎么办？篡改经典，这不靠谱，是的，就是。是不是
西游记啊，西游记不仅是我们中国的古典文学，而且已经成为了我们多少代人心目当中无法超越的经典。对，一到寒暑假就会放，一到寒暑假那时候小时候电视机一打开都是武侯上去了，都是武侯又下来了，不用想，每天都在等。对呀、啊，而且我觉得就是国外的朋友对西游记这个古典名文学啊感兴趣，我觉得我们应该骄傲和自豪，也该高兴，但是请不要随意翻拍，对吧？我们不说你翻拍不对，我们就想一想，我们将心比心，我们换位思考，如果我们中国马上要翻拍《泰坦尼克号》，然后乱选演员，然后比如说王宝强演杰克啊，然后那个斯琴高娃演 Rose，、然后王宝强抱着斯琴高娃有啊，还有那个拖拉机上，你疯了，对对对，想不了，没小帆船，那对不对？你们也不高兴，对不对？不是不可以翻拍，但是呢，千万不要破坏了我们这个经典名著整体的文化背景和整体的这种蕴含这个内涵呐、啊，包括一些必不可少的这个东西，否则的话，我们会失望，也会寒心的。来看下一条新闻。最近在一家公园发生了一起群殴事件，竟然有30多人参与了斗殴。可是这件事的起因居然是因为一个小小的事情，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赵某带着他的朋友一起到了这个他们约好的这个桥边，那这个何某带着他的朋友大概有9个人，然后到了这个约定的地点。经过这个赵某他们商议，这时候赵某带头，然后到了这个何某这边，那突然拿出棍子来将这个何某的朋友打伤啊，双方整个乱作一团。这场打斗着实上演了一场真实版的古惑仔。那么为什么会发生群殴事件呢？仔细观察，在这将近30名男子中，你会发现一名身穿校服的女孩，正是这个女孩引发了这场群殴。这个就是赵某的女朋友啊，赵某就是因为这个他女朋友和另外一个女生发生口角啊，才与这个何某发生这个纠纷的。两拨人马动静如此之大，究其原因让人匪夷所思。原来事情起源于一位不认识的网友在网上发表的一篇评论帖啊。首先是这个赵某和何某的女朋友在这个评论下面吵起来，是吧？后来这个演变成这个算是人身攻击吧。然后这时候这个赵某先发现了这个他女朋友好像被别人骂了，然后他先加入进来。然后这个何某发现有男生在骂他的女朋友，然后他也这个加入进来。双方都各带了好多朋友过来，而且双方都是有备而来，双方都带了类似铁棍的东西。经过排查，这群人基本都是未成年人，所幸群殴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警方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并委托社区和家长对他们严加看管。不冷静，不理智，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说的暴力，想当年我许文强在上海滩叱咤风云，手底下几千号小弟，谁能有我暴力？是不是？但是呢，最后我落得如何下场？啪，被打死。可是我觉得，在我心中，文强哥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对，很冷静。这些小朋友就是太不冷静了，青春期啊，太冲动了。所以千万不要冲动，不要以暴制暴，对不对？哎，你看这个，一旦冲动之后，后果就很严重了。你讲的对，我有亲身感受的。人人都有青春期，对不对？对对对。青春，你看我长这个块头，我确实。你青春期应该是50多年前的事。但那时候我很冲动，大家为小事，然后叭出拳了，结果我就出了一拳，结果他鼻梁被我砸断了。有。哎，然后就学校里面就处分我。然后我家父亲还要拎营养品去慰问他，然后回来还要骂我，还要讲。我爸爸评价我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你呢？啊，你什么都不好学，你学泰森，泰森打人家一拳挣20000美金，你打人家一拳，我赔3000块钱给人家。”但是其实我就跟他是反过来的，因为我也是年轻冲动，有一次呢就被一帮女孩子拽过去，然后拽过去说，哎，你蛮跳的嘛，当然我很小的，大概12、13岁，然后有个女孩子就上来给了我一巴掌，我就上去回了她2巴掌，然后被10个女孩子围着打，然后打得我3天都没有起床。啊！然后女孩子打是很可，是很可怕，薅头发，她把你头发往下一薅，就觉得。怪不得你今天戴个假发，原来我们戴假发都是因为你啊！
所以啊，这个人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千万一定要理智，不能冲动，更不能动手。一动手啊，这个矛盾就会升级了。那有人问了，说，哎，那遇到矛盾的时候，我们想发脾气，那又不能发，该如何解决呢？接下来教你们一招。第一招，冷静制敌。面对对方的语言攻击和挑衅，首先是深呼吸，以此来保持镇定，控制情感。然后喝下一大口水，缓缓咽下，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最后在心里默数：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看着对方能骂到几只羊，他自然就会因为语速过快而累到不行的停下来了。第二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果你天生冲动，冷静实在做不到，那么这一招肯定适合你。用自己的语言告诉对方，吵架或者打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好好商量，找出问题之所在，才能化解矛盾，握手言和，重归于好。第三招，报警。如果与你发生矛盾的人格外难缠或者不讲理，以上两种方法都解决不了问题的话，那么只有这一招，报警，让警察来处理，好过你继续跟对方纠缠不休，同时也避免了冲突升级的危险，可谓一举两得。总而言之，遇事要冷静，千万不要冲动，更不能动用暴力去解决问题，否则的话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再说我学你，对不对？我一直是很儒雅的，是吧？从来不靠暴力解决问题，是吧？靠的是什么？是义气、魅力，是脑子，还有逼格高，还有，是吧？一定要冷静啊，不要冲动，冲动是魔鬼啊！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退一步海阔天空，进一步头破血流啊！好崇拜哟、哦！看下一条新闻。周先生开一家服装店已经3年多了，从来没有出过事情。可是近日呢，居然被一名小偷偷走了1000多的营业额。他这一气之下呀，就想出了一招去对付小偷。他用什么招了呢？我们去看一看吧。早上10点多，记者在店里见到了店主周先生。他告诉记者，几天前来到店里的女子还带着一个小男孩，因为店员只顾着给孩子试穿，所以根本没注意身后的女子。他不断的让我们的店员给他的小孩试衣服试鞋子，他呢马上就走到我们收银台，因为我们收银台有一些奶瓶呀、有些小东西，他在挑选，不断的在挑选这些小东西。我们的店员呢不断的在给他试鞋子试衣服，用一只手挡住，另一只手呢很大胆的进行了偷盗。从监控可以看到，女子第一次把手伸进收款机里，就一直用各种东西作为遮挡物，而且每次店员看向她的时候，她都立刻将手收了回来。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她总共下手3次。第一次拿了一些零钱，发现100元面值的钱放在最下面，她又用2次将下面的钱取了出来。而让人最想不到的是，她行窃后没有马上离开，还坐在凳子上将刚刚偷到的钱拿出来数了起来。最后这名女子花了100多给孩子买了2件衣服就离开了。第二天店主报案后，就将这名女子行窃时的视频截图贴在店门口。刚开始呢就非常气愤，就直接贴出来，最后也感觉到有点不妥，周边的这个店主都看了之后，经常去他们店，也给大家一个警惕作用，也让这种小偷让他们也能以后能注意，对，所以最后还是就贴出来了。对于这些曾经有过偷盗行为的人呢，啊，将他的照片呢贴在公共场所进行公示呢，这种方式呢啊是不合适的啊，也是违法的。任何人呢，他的权利呢都受到法律保护啊，即使曾经有过偷盗行为呢，他仍然享有这个人格权、肖像权等一些啊基本的权利。小偷的确可恶啊。偷完了钱他不走，他坐那边数钱。最可恨的是他竟然拿孩子当掩护。对呀、啊、这对以后的这个孩子的人生观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实在是太过分了。对啊，这种人就要让他公布于众，让所有旁边的店家都要注意了，这个人经常会来偷东西，然后也告诉所有的顾客，这个人可能会偷你的钱包，起一个警示作用。这个做得好，做得对。你先，我辛苦赚钱，你凭什么过来偷我的东西啊？而且偷了你好了，你走人了，拿着我钱走人了，我就要告诉所有的顾客，来我这人就要看这个人，看人你把我抓起来才对呢。是你做的错在先，对不对？有微博人，微博传出去，贴一张管什么用啊？要我的话，把店面全部贴满，让他看。而且我觉得你是招夫妻。而且我觉得根本不用拿就是对待一个善良的那种方式去怜悯的，他们既然能偷东西，从本性来说就已经不是人了。没有良知。这个大家稍微冷静冷静啊，我想跟大家说两句，就是这个事情呢，确实我觉得他做的这个事情啊是由内心而发的，对不对？我觉得他偷了我的东西，
我把这个视频截图我放到我的店门口，是不是让大家看一看这个人是小偷？但我觉得这个做法不是太聪明。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符合相关法律啊。嗯，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在确定他是小偷的同时，然后就把这个照片给贴过去了，对吧？就算公安机关过来处理，也不能称他为犯罪分子，只能称他为犯罪嫌疑人，因为事情没有调查清楚。嗯，你这样把照片往上一贴，万一要被他反咬一口，哎，你侵犯我隐私权，你有什么证据我偷？哎，有道理，是不是？另外还想想看，他旁边不是还有小孩吗？对对对，万一要小孩的样子也贴上去了，你想想看，对这个小孩以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人一看说，哎呦，你看你家妈妈是小偷，嗯，你也不是什么好人，对你也是小偷，小偷的小孩。是不是？我觉得做的不是非常的理智，而且这根本就起不到什么防盗的作用，嗯，是不是？所以这个事情啊，最重要的还是要通知公安机关报案来处理。包括我觉得这个事还是小的，有一些就是暴力对待小偷的方式也是不可取的。我们之前新闻也看过，小偷绑起来，是在店门口游行，脱衣，看这个小孩裸体，所有人过来以后，衣服扒光，然后所有人拿什么臭鸡蛋砸，这个叫以暴制暴，这个叫以违法对待违法，这是更不可取。所以遇到这个事情怎么办？一定要通知公安机关来处理，才是最理智的啊！好，先休息一会儿，一段舞蹈之后马上回来。好，欢迎各位回到综艺最头条，我是许文强，我是最爱慕许文强哥哥的冯程程，我不稀罕。好，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来有请我们的 Sugar。 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餐厅里的霸王条款，已经有很多的网友给我们回复了，其中一个苏州的绅士范网友说，哎，有一次呢，他陪客户去红酒吧喝酒，点了一瓶3000块的酒，结果结账的时候发现账单居然有7000多块，简直吓坏了。再一看，3000块的酒，500块的开瓶费，1000块的服务费，加上2500块的包厢费，哎呀天哪，真是把他吓坏了，早知道就拎瓶酒回家喝了。另外一位网友梦幻之冰说，以前呢，他常常吃一家店的烧麦，每次10块钱能吃10个，但是这一次他把烧麦带回家吃的时候，发现10块钱只有6个，他特别生气的去找老板理论，老板说，我们的餐厅鼓励顾客堂食，烧麦堂食呢10块钱10个，但是打包回家10块钱只有6个，关键是这个规定可在店里根本没有张贴出来，可把网友给气坏了。还有一位网友一只猫的旅行说，有一次呢，他和朋友们去吃饭，点了6个菜，可是上了4个菜以后全部都吃光了，剩下的2个菜呢还没有去上，于是大家就想把这2道菜退掉算了，可是老板却说，哎，我们的餐厅啊不许退菜，并且呢这条规定在大堂里是明目张贴出来的，无奈大家只好又等了40分钟，这时候才把菜给上上来。天哪，餐厅里的霸王条款可真是非常非常的多，让我们非常的无奈。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好，这到饭店去吃饭遇到这种霸王条约啊，很简单，你只要知道消费者保护法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对不对？哎，他我们就按规定来嘛。比方说以前我们带酒到饭店里头去，他会收你开瓶费。对。后来我们大家知道了，电视上播了，是不是？哦，你没有资格收我的开瓶费，那我就可以把酒带到里面去喝。你看，现在很少有酒店说禁止你带酒进去喝了吧？对。是不是？包括还有一些规定，就是什么包间，进这个包间最低消费得有多少钱，其实也是违规操作。对不对？哎，你就可以说我人数够了，我预约到这个包间，我就可以进去做。当然了，你也不要就是好像就是得理不饶人，你说我就要做你这个包间，然后我3个人就要做，做完集合，然后经历这个包间，我点一碗洗碗，加一碗卤蛋，对吧？你也影响人家做对，我们将心比心，是不是？也不要做。我有个朋友做了一件特别夸张的事情，知道吧？然后有一个饭店嘛，海鲜餐厅，知道吧？然后就会搞促销，说鲍鱼2块钱一只，知道吧？然后就意思就是喊你过来吃嘛，只在店里面吃。临走的时候大喊一声：“服务员，打包8包只的鲍鱼。”800只，对吧？出去冒，出去卖。你不按规定来啊！你说不2块钱我就要打包，不可以啊！也不要得理不饶人，是吧？也不要做这种小便宜的事情啊！就是商家千万不要违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顾客啊，也不要为难商家。这样的话，吃饭然后做生意都和谐了。哎。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如何拔掉摇摇欲坠的乳牙，对于家长来说是件头疼的事儿。不过国外呢，有一位非常酷的爸爸，竟然用遥控飞机帮他的儿子拔掉了乳牙，一块儿去看看吧。据英国媒体报道，日前在爱尔兰，一位疯狂的父亲在上个月买了一架遥控摄影直升机，但他不是为了拍照，而是为了说服儿子让他用直升机拔掉牙齿。据这位父亲讲，他入手直升机后发现儿子有一颗牙齿快掉了，他就异想天开，想用直升机帮儿子拔牙。起初儿子并不是很愿意，但最终还是拗不过爸爸。视频中儿子站在草坪上，其乳牙被绑在一架玩具直升机上，他还为最不务正业的牙医父亲竖起大拇指。父亲随即将遥控直升机开上了天空，儿子的乳牙在拉力的作用下被轻松地拔了出来。这爸爸真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孩子的痛苦之上，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孩子是什么感受啊？再说了，如果这个直升飞机然后遥控飞飞飞飞飞飞，然后飞得快没了点了，是不是？然后飞不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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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关键太过分了，我觉得要是拔下来了，但结果没控制好，飞机飞走了，牙也飞了，牙飞了怎么办？牙飞就飞了呗。目的就是让它飞啊。不是，这要留存下来的要重新啊。要让它房顶，下牙忍房顶，上牙忍床底啊。老迷信啊，暴露你的年纪了。真的，我们小时候拔牙根本就不用拔，拔什么牙？小时候换牙的时候怎么弄啊？舔舔就掉了吗？对呀，就舔。最难受的时候。牙掉了。我们小时候还有好多好玩的事情，对，小时候哎，万一有的牙掉不了，对吧？我小时候就这样，我爸爸跟我讲说，来来来，我来帮你拔牙，来，你看那边是什么？往那边看，啪，拔掉了。好啊，你爸好狠哦。是亲爸吗？你爸爸的手那么准啊？你看那边是什么？对，他要角度也要过，他要先那个牙已经快掉了，啊，快掉了以后呢，他拿东西先包住，然后说，哎，我拔牙不疼的。哎，你看那个什么？我一看，啪就下来了。然后曾经有一次看到我这个牙上面还带了一点肉，带肉丝儿。哎，我们小时候怎样？就是牙快要掉的时候，然后爸爸会拿一根细线拴在牙上，另一头拴在门上，然后关门，把门一关，然后滋就出去。哎，我觉得你们的爸也太温柔了，我妈都没有这么温柔。我那会儿要拔牙嘛，然后呢，就是哎呀，我妈就说我拔的不疼，我就不敢拔，我们俩纠缠了得有10分钟，结果我妈啪一个大嘴巴子直接给我删掉了，然后把旁边那颗没活动的也删掉了。啊，我还看过很多这种奇葩的拔牙方式，就有个视频看老外啊，是拿辆超跑，然后拿一根鱼线，哎，牙线绑在你的牙上，然后把那超跑的尾端给系好，然后往前开，就听了嘣一声，牙就出去了。刚刚说的都是小时候拔牙，其实长大以后拔牙才更痛苦，知道吗？我分享一个我拔牙的经历，就是大牙呢。我现在这边看，这大牙，是没有，知道吗？当时怎么回事呢？我这牙蛀得快不行了，但是依然很坚强，就偶尔会发炎，我不行，我要把它拔掉。发炎疼啊，那天，然后呢，这边这个摄像大哥，我记得当时是他陪我去的，到一个这个私人的牙医诊所里头去，知道吧？然后是要先打麻药嘛，然后打电子麻药啊，一按剂量啪打下去以后，然后用那个钩子，小钩子就敲，知道吧？然后一敲，咚咚咚，喂，还疼啊！好，再打一支麻药，然后咚咚咚又上去，知道吧？然后再敲，还疼啊！医生说，哎，好奇怪啊！哎，我问了一个问题啊，你平时看到人喝酒啊？然后旁边摄像大哥，哈哈哈哈，他啤酒能喝28瓶。然后那医生讲说，哦，我知道了，那麻药对你不管用啊，再打你就要变成白痴了。就对大脑造成损伤啊，那你看拔不拔？拔就疼，不拔那就回家继续疼。就算了吧，我还做节目呢。我跟你讲，在麻药没有用的情况下，我活生生的把我这个大牙给拔下来了。这跟灌晕床刮骨疗伤有什么区别？我跟你讲，我后来拔完之后40分钟疼得没说话，流了一地的口水。你知道一根牙它在这个底下好长的，对，拔出来，活生生的拔出来，这神经那个。最关键，小时候掉牙然后拔牙，那是童年这个长岁数的这个美好的经历。我现在老了的经历，我掉完了以后，拔完之后我就长不出来了，知道吗？好了，这就是我们儿时美好的回忆啊，大家怀念，觉得挺甜蜜的就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还有综艺大绝桥，大家不要走开喽，拜拜拜拜。今天的大绝桥，您将看到。这个你好。好，我是小雨，就是小雨，春天的感觉。我也是坐在电脑，特别撕心裂肺的感觉，陪你一起回去。咱俩哪一块？脂肪比较多。我可以摸一下你肚子吗？肚
么累，阳光沐浴着我的马甲线。男嘉宾能否相亲成功？广告回来为您揭晓。还有什么？